山中相送罢，日暮烟柴飞。春草明年绿，是与归不归？每天都这么开心就好。哎，诗雨啊，嗯，你觉不觉得我们两个过得很幸福啊？当然了，有我在嘛。哎呀，去！和尚，你到别的地方去讨饭吃啊，这里面有东西给你吃的。施舍一点吧。去！你听不懂是不是？法海大师，好久没见了。哎，这位大师吃的都算我的。阿弥陀。那我去帮大师准备一点素菜。你跟我下跪干什么？你又没犯错。大师请。是谁背后暗算我？大师，如果这些饭菜合口味的话，随便吃。阿弥陀佛。这位施主，看你玉树临风，眉清目秀，不出三十，
一定会名利双收。真的？那当然了，我挑的人一定不会有错的，成熟稳重，大方得体。你也不错，你生就旺夫一子相，你会有一子一女。你听到没有，世玉？这么少啊？不用担心，你可不同，你会有两个儿子，两个女儿。啊，真是太好了。哎，大师啊，你会不会看错啊？老衲是句句实言。不会吧？哎，婷婷，婷婷，大师，你慢慢吃，待会我结账啊。婷婷，哎，施主，你要记着啊，你一生命犯桃花，桃花又没开，我干儿子怎么会是拈花惹草之人呢？施主，你印堂发黑，大劫将至。在下从不相信命运。施主，你可要相信老衲。手掌可否给我看看？好啊，你研究一下。皇上恕罪。哎，大师，为什么跟在下开这种玩笑？你不是当今皇上，但是掌纹所示，令尊分明是九五之尊。阿福，快点背他走。是夫人。乖儿子，皇宫里头的坏人实在太多了，所以娘才叫阿福带你去扶桑投靠红花会的余万庭叔叔。以后你的名字就叫陈家洛。锦盒里头有一封信，能够证明你的身世。将来你想做汉人或是满洲人，就由你自己选择了。同志们，大师，你泄露天机，不怕折寿吗？如果老衲这般话能让施主化险为夷，就算是折寿，那有什么关系？你要记住，害你的人是你最亲近的人，不过能救你的人也是你最亲近的人。哎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我什么亲人都不在身边，爹也不在，你可不准欺负我。怎么会呢？等你都来不及了。我才不相信呢，除非什么？啊，大庭广众之下的，怎么不做这种事呢？万一被人家看见，不好意思吗？他们在下面，我们在屋顶上，谁看得到啊？真的看不见啊。就知道你不肯。好啊，我以后都不理你了。来呀，我爱你。哎呀，那么小声，谁听得到啊？我爱你。没有诚意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热情一点啦，再热情一点。我爱你。哎，你们不合法的。哎，那我跟这位姑娘算不算合法呀？神经病。哎，你我更喜欢。世玉，他那么贫嘴，替我打他一耳光，不好吧？什么不好啊？你不打他，我不理你了。你打呀，他不打我打，你敢打我？哎，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打女人啊！少爷，老爷在找你啊！哎，下去吧，你老爸在找你，待会问他好啊。没事了，这耳光我会记住的。不要记太久啊，走。飞龙在接待。
来呀、啊，打架我最喜欢。大家辛苦了，最近我们红花会的各项买卖经营得怎么样，请大家报告一下。总舵主，最近我们在海边开辟了一个养鱼场，生意不错，赚了不少钱。我们山上的养猪场平均一头母猪生20条小猪。原来红花会有这么多买卖啊。我们红花会就像个大家庭，完全靠自力更生。总舵主，去年我们买的地皮涨了60多，为我们库房赚了20万大洋。总舵主，今年我们红花会赚了这么多钱，就来个庆功宴吧。不对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如今华东有水灾，这笔钱就用来赈灾济贫。哇，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坐到这个位置啊？你想坐这个位置啊？做老大很辛苦的。就是辛苦也值得啊，这么威风。总舵主，我的孩子刚满月，还没有取名字，就等您回来。没问题。这孩子长得挺可爱的，就叫泰安吧。希望他长大的时候，天下已经国泰民安，那就好了。你等不到那天了。为这个孩子救驾来迟，总舵主，请恕罪。张大婶为什么要杀我？总舵主，这个女人不是张大婶。以前没见过这个人。于当家，你应该很清楚，外人怎么可能混得进来？于雨桐，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于大哥，你就把他诡计给拆穿吧，别和他客气了。是。好，刺客就是他派来的。你不要含血喷人呢。含血喷人，其实他早就不服气了。因为他爹没有把红花会总舵主的位置传给他。放你妈的屁！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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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口！红花会的弟兄是用来反清复明，不是自相残杀的。他们两边是对立的。哎，说句老实话，你到底是帮哪一边呢？我两边都无所谓啊。做人要以和为贵，我是站当中的。哦，原来你是墙头草两边倒啊。好说好说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佩服。既然大家都不相信我，那我唯有一死以示清白。哎，我相信你，你顾总舵主是个忠肝义胆的英雄，他儿子又怎么会是个暗箭伤人的鼠辈呢？各位，要是让我查到谁是暗算总舵主的主谋，我一定亲手杀了他。爹，指尖流了好多血哦。你多事，
快回去。慢着，沈昌，你认识这个婶婶呐？认识，婶婶刚才给我一个纸约，她叫我带她进来的。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吧？今天我要大义灭亲。你疯了？这是你的亲生儿子，连小孩你也杀？你是谁？我你都不认识？哼，我就是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，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最赏识的干儿子方世玉。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知道啊，你不是人吗？跪下！不分大小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跟余堂主说话？你懂不懂得帮规？我不懂，我只知道小孩子无罪。既然你不懂，滚吧！哎，董舵主，不关我的事。你负责把红花会的历代帮规告诉世玉。没问题，记住，教到他懂为止。一，不可奸淫；二，不可偷盗；三，不可赌博；四，不可酗酒；五，我只是救你小孩而已。六，我又没做错事，干嘛要听这些东西？不可奢侈；八，不可怠惰；九，不可贪念；十，不可杀人。哎，我念的十条帮规，你要好好记住哦。哎，怎么于万庭的戒条跟圣经的十诫那么像啊？郑前舵主以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，所以他用十诫做帮规，可是从来没有人做到。哼，不等于是讲耶稣？放肆！狗嘴讲不出象牙。你当我老爸的十诫是讲耶稣？嘿嘿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。他不懂，所以陈家洛就教你教他。哼，摆明是明降暗生，偏存私心。胡说，我没生也没降，偏存私心的是你，是你不服气我干爹，气在你头上。世玉，少说一句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你别以为你身为陈家洛的干儿子就很了不起。错，我了不起绝不是因为我是陈家洛的干儿子，只因为我是方世玉。好一个方世玉，今天我要看看你有什么了不起。红花会是流氓窝吗？要打就打清兵，现在左手打右手，伤的都是自己人。对不起，董舵主，我只不过是跟您的干儿子切磋武艺而已。来日方长，改天有机会我再好好的教你。我叫你熟读帮规，不是叫你跟人家打架。是他先惹我的。住口，还顶嘴，跪下。你知错吗？我不服气，我没有错，我救那个小孩而已，难道错了吗？你的动机没有错，但是方法错了。一个做大事的人，任何决定都要先顾存大局。照你这么说，是不是要牺牲那个无辜的小孩呢？必要的时候。是，这不公平。我看你根本不是大将之才，没有资格阅读帮规，还是回家陪你妈妈卖布去吧。世玉啊，你真是搞不清楚啊。你知不知道有几个人能读帮规啊？读了帮规的人才能够做总舵主。切，余堂主啊，就是没有机会读帮规，所以才怀恨在心。
你真是不了解你干爹的一番苦心呢。你还是回去卖布去吧。老公啊，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欺负你，我看我们干脆回乡下去跟婆婆一起卖布好不好？你也这么说。不去就不去吗？干嘛那么凶？那些人越看不起我，我就越要留在这里。我要证明给他们看，总有一天，我要凭着自己的本事，坐上这个位子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捧起妈妈的话。夫人，外面有人找你。干什么啊？我请了合唱团呢。就问方世玉打遍广东两省，特来讨教。你们是谁？我乃是广西黑风岭，人称目中无人，恨心无尽，玉面阎罗楚飞。楚飞，哼，除非你能比我厉害。呸！我乃广东一国云仙，貌美如花，曲线玲珑，独一无二，十大杰出青年方世玉的母亲，方氏苗翠花。好了，都自己人，你们走吧。苗翠花，老大，摸摸他的底。我来跟他对诗。哎，对诗我会，我老公教过我。哎呦，哎呀，当归哎蒙哎，哎朗朗的秋啊哎不一定。天上明月光，疑似地上霜。我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我是天上一片云。这个老公没教过。你是地上一堆屎。啊，老大，他侮辱你，扁他。哎，等等，什么事？行走江湖最重要是哪个字啊？哪个字？看我的嘴型。炸字，哎！啊！炸！麻姑，你看我的炸字耍怎么样？夫人，全世界就属你最会耍炸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这么多人欺负世玉，我要去找他。夫人，夫人，你不等老爷了？你告诉他，我去红花会找儿子了。夫人帮悟空少爷好，说我好想他。人生路上没有你，叫我何去何从？哎，小二，来了来了，客官，一共是三钱四文。走了走了，哎，谢谢啊，客官慢走啊。这位仁兄，我长途跋涉，水壶里的水喝完了，能不能请我喝杯茶呀？哎，谢谢谢谢。谢谢，我还要继续赶路呢。下月初一，一批扶桑武士会带来锦盒一个，路经八里溪。内有惊天动地秘密。邓子平、李命、关龙、李命，怎么还看不到我？看不见，看不见。李国邦，哎，总舵主，你大笔一挥，派我去，太抬举我了，我又不懂武功。你太谦虚了。不是啊，过几天我跟我未婚妻约好了要去吃海鲜。我不是叫你去，我只是想问问你有什么人选。啊、哦，选方世玉啊！你看他像老虎要出闸，关不住了。谢谢啊，去。方世玉，来了，快！接令，领命。这次的目标是个锦盒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红花遍地，视死如归。四九，这个号码蛮好的。四九，诗玉，你笑什么？他笑我笑得比他更大声。四九在帮里是最小的。嗯，那你几号啊？我零号。那我比你大呀。有没有忘记我跟你说过的话？记得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啊！不是啊，是帮我未婚妻买丝巾。行了，放心，安全第一，知道了。老公，老公，人家说啊，第一次出门做大事，要拿个红包，大吉大利。谢谢老婆。你干什么？我们是去办事，见红等于见血，我才不信邪呢。我走了。嗯。
狱，这么快就被派出去了。是啊，老轮不到我了。这么快就回来了。千里驹都带来了，好乖啊，自己上厕所去。啊，茅厕在那边，怎么有空来看我们呢？哎，对了，世玉呢？上哪去了？他办事去了。办事儿？嗯，我炖的汤都没喝，怎么有力气办事呢？长途跋涉都能把汤带来啊，这么厉害，一滴都没有洒出来，好功夫。你早就埋伏好了，急什么急啊？你看什么？那你又看什么？我看天上鸟啊。姑娘在这好危险！姑娘，姑娘，你快走啊！怎么是你啊？你认识我吗？景和。姑娘，给我几肉。我妈教过我，我帮你捡。我下面穴道还没捡呢，我来捡。下面我没捡过，试试看嘛。我妈会骂我的。不如我背你。点穴，这里点可以。嗨！
山门五十郎。你老骂我，老爸，想办法把那个锦盒拿过来。阿公，言う通り変えなきゃ。バカ野郎！老妈，大家都被点了穴道，怎么办？想办法找人解。别看我，我不会啊。真的？我妈又没教我。问候你妈好。想泡我儿子？儿子，救星到了。儿子，看到没有？就学你老妈这样吹过来，我就可以解穴了。快呀，老妈，蜜蜂喜欢你。吹过来！啊？什么东西啊？蜂王浆。你想害死你老妈呀？老妈。救星被吃掉了，怎么办啊？哦，再想办法。老妈，这一次我一定准。没事啊，走吧。啊，老妈，你怎么会来啊？我放暑假嘛，所以就跑来看你了。哦，老妈，肚子下面的穴怎么解？哎呀，只要戳他肚脐眼就行了。哦。方氏回来了，嗯，你不用担心了，锦盒的事啊，有老妈给你。这是我的任务哎。早知道方氏这么窝囊，就让总舵主派条狗去了。没错，我家里头有一条狗，也叫方世玉。眉毛被剃了，还敢大声说话？你在这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你们几个人在这舒舒服服的吃西瓜，我儿子在外面为帮会拼死拼活，差点连小命都没有了。出来行走江湖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字，那就是钱字。我告诉你们，赚钱的方法有很多种，你可以去摆地摊，你可以去买槟榔，你也可以去开赌场，再不然你还可以拍电影啊。住口！我们这一次有九个兄弟去执行任务，只有你儿子一个人能够活着回来。方兴玉，我问你，是不是贪生怕死？回答我。你躲什么？这是人的本能反应，不是贪生怕死。你又有脑啊你！于正海，我失职我承认，但是你打我妈就不行。你公私分明，有打架的风度。那就轮不到你说话。你什么身份？正海，这件事我心里有数。是。陈六叔来得正好。我跟世玉什么身份？你们纯属亲友。你说什么？我们什么职位都没有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古人说过，小女子不可一日无才，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。我们现在是既无才又无权，你以为我们加入黑社会是为了兴趣？这种亏本生意谁愿意干？当我是白痴。儿子，我们退股不干，回老家卖不去了。告诉爸，我一定要亲自拿回锦盒。这种盒子地摊多的是。
世玉，你说的对，为了国家民族天理公道，我们再给红花会一个机会。我们不走了。嗯，怎么我一碰到他就闪电？先把门窗关起来。师妹，你要干什么？今晚我们不醉不散。不要啊，先走啊！你怎么把门窗也封起来了？幸亏我早有准备，师兄你就不要跑了。你看，我特地为你准备了陈年二锅头，越喝越有劲儿，越喝越有感情。师妹，我不会喝酒，我不会喝酒啊！我就是欣赏你这么谦虚。好，我先干为敬。师妹，你千万不要喝醉了。哎，师妹，你想怎么样？我叫你跟我喝酒，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师妹，心里钻住一点。我不管，今天晚上我一定要。不要啊！你现在逃不出我的五根手指。我们这样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。现在再哭都没有用了。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。我们不可以这么做的！老天，为什么抓住我？师兄，走了。师兄，师兄，等等。师妹，我走了。你保重，师兄。师妹，你怎么把师傅的骨灰拿出来了？这是我特地为您熬的汤，先喝了它吧。不行，被别人看见，人家会笑我的。这儿四处都没人，谁会瞧得见呢？我们行走江湖，最重要的就是个勇字，拿出你的勇气来吧。不行，安全第一，为了保险，我走了。啊！也不带我下山，没有勇气。这坛酒真是越喝越有感情啊！你还不中计，等你喝多了，我不怕你不答应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啰嗦了，快过来这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告诉你，除了感情之外，我愿意付出一切弥补你心理和生理的创伤啊！我的心理当然是创伤了，当年师父把点穴的功夫教给你，我只学会了解。你不要这么大声啊，没有人知道我会功夫。你留着又不会保值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把点穴交给世玉，那么他就多学一样功夫。原来你进我房间不是想要跟我？跟你个死人头！我是说，你把点穴交给世玉，那么以后他在红花会就不会生气。我醉了。哎，我醉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昨天晚上事千万别给人家说啊！我才不负责呢！啊，你不负责，那我怎么办？媳妇啊，婆婆，你不热啊？热，不热？那你穿那么多？我在练功夫。哎，媳妇儿啊，我想问你啊，如果说现在呢，有一个很可怜的女人，她是有老公的人呢，不过呢，她一不小心糊里糊涂的跟另外一个男人有了，那个，你晓得吗？就是那种嘛，哎，你晓得啦，那种情形很惨的，她是不小心的嘛。你说什么？那就是她勾搭男人了。嗨，他是不得已的，这简直就是我们中国妇女界的耻辱。可是，这个世界上有人做贼是为了劫富济贫，有人去当杀手是为了伸张正义。可是婆婆，你想想，红杏出墙她为的是什么？难道是为了推动经济繁荣啊？依我看，这种淫娃荡妇根本就应该揪出来接受公众的批判，把她衣服脱光了游街，让别人吐口水、丢石头、淋小便，跟着在捉去进猪笼，进完冷水进热水，进完热水进硝酸，然后尸首还要高高的吊在城门上给每一个人看，扒了她一层皮，再把她心脏挖出来，剁成18块，
做成人肉叉烧包，丢到街上喂狗吃，让他知道一个烂娇女人应得的下场。哎，婆婆，说了半天，那个不幸的女人到底是谁啊？婆婆，婆婆，到哪儿去了？婆婆啊！师妹，你不要太嚣张啊！你才嚣张呢！现在已经闹出人命来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自己做过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有数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我我逼死你！你干什么？你不要赖我！你下流！你现在叫我怎么出去见人呢？我的青春，我的贞洁，我的幸福，我的家庭都毁在你手上了！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不可能？你想赖账？你想不负责任吗？我逼！哎，师妹啊，不关我的事啊！哎，你想清楚啊！就算那天晚上我们真的暗度陈仓，再说我也不觉得有啊！到现在也不过是几天的功夫，你的肚子怎么可能这么大呢？我怎么知道会这样？每个男人特性不一样，我哪知道你这么厉害？放手！师妹，你不要冲动啊！你听我说。放手！哎，师妹，我帮你把把脉，把把脉啊！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啊？女，你个头啊！你这根本就是胃胀气。胃胀气！掉了！哎呀，你真是个好人，我太感激你了啊！谢谢。这个锦盒是扶桑武士为皇上搜集得来的证据，你们要小心看管。过两天，把它运上京。是。花子，花子，爹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哼，看你魂不守舍的样子。我们屡次杀陈家洛都没有成功，他已经起了戒心，再加上有个方世玉在他身边，我们就更加难以下手。是啊，其他分舵都已经怀疑我们了。哼，我已经查出那个锦盒跟陈家洛的身世有关，里面应该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无论如何要抢过来，到时候陈家洛跟他的干儿子就有把柄落在我手里。哎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无论那个锦盒被下面那些人拿到，还是落在我哥哥乾隆的手上，我都再也不能够完成反清复明的大业了。少主任，两广总督的女儿花子很喜欢方世玉，如果派他出马一定成功。阿福，不行，我怕会害了世玉。牺牲一个人救得全天下，您又何必责怪自己呢？追女孩子最要紧是直截了当，我们干脆安排他们俩见面。方世玉的情书我都帮他准备好了。干爹，我先走。石玉，老妈熬的汤哎。等一下还有老婆熬的莲子汤哦，趁热喝吧。石玉啊，帮干爹做件事吧。没问题，干爹你教我做的一定不会伤天害理的。当然了，你一定不会后悔。当然了。是什么事啊？那你自己看。啊，这两个字这么下流哎！哎，这个钩子在字典上的解释是沟通的意思，为什么要三点水呢？就是说沟通的好啊，自然就水到渠成了。沟就是这个意思。不行了，如果让婷婷知道我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，她会杀了我的。不行，我只是叫你代表干爹去沟通而已，怎么会对不起婷婷呢？哦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哎，对了，干爹，哪一个女孩子让你这么神魂颠倒？哎，你不明白，我只不过是想要她的一样东西，爱情还是肉体啊？臭小子，是一个锦盒，因为我觉得她比较喜欢你，所以才派你去。哎，干爹，说了这么久，到底是哪一个女孩子啊？两广总督孙世义的女儿花子。我又不认识她，你派我去，是因为我年轻啊？照我的看法，我去报。不行吗？不是不行，是你根本不是这块料嘛。说的也是。耿阁主，上次他失败了，没有理由再派他去，这次就由我去把锦盒抢回来。我们红花会上上下下都在官府的黑名单里，你没那么容易接近总督府。现在只有世玉的背景最单纯。干爹，这一次我一定成功。要是你成功了，我替你擦鞋子。那你快去买个鞋箱吧。要是你失败了，三天之内一定拿到锦盒。我是问你失败了怎么办？我方世玉
自废武功。一言既出，哼，驷马难追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求之不得，辗转反侧。情场浪子，方世玉。这不是分明想追我吗？哎呀，春花，你好可爱啊！成功了。你不会反对我跟红花会的人来往吧？是因为他想约我见面。他这次约你见面，一定不怀好意。不会了。好，你敢不敢跟我打赌，看看我们两个谁是对的？好啊，怎么赌？老妈，真的要瞒着婷婷啊？当然了，女人要讲三从四德，你可以泡，她可不能泡。哎，我哦，对不起啊。没事。我们到那边去。我告诉你啊，泡妞我最拿手了，看着。哎，老妈，是你泡还是我泡啊？啊，还记不记我教你那个绝招啊？哪一招啊？单刀直入法，先亲了他再说。等亲了以后，他就会完全听你的话了。当年你老爸就是这样征服我的。啊，真的？哎，快进去。好，看我的。亲他。姑娘，嘴撅起来。嗯。你再说一次。怎么会是你啊？说呀。妈呀。你再说一次。妈呀。说嘛，你说不说？他想跟你打个啵儿。哎呀，干什么叫你泡个妞也吓成这个样子。哎，你怎么了？遗传啊。哎呀，你要快一点呐，你是以国家为重啊，快去。哎，好，加强活力。你以为我亲不到啊？嘿嘿，总算亲到了吧？啊！阿弥陀佛！哎，儿子，怎么回事啊？那姑娘怎么走了呢？哇，怎么会这样？阿弥陀佛！哎呀，你怕什么？你这是做好事，他们已经很久没人亲了啊！这几个也亲一下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呦，老妈，你教我的绝招根本都不灵嘛！他大概不喜欢男人吧？啊！你真的喜欢我吗？那你会娶我喽？没问题，不过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那个锦盒。好，我爹已经决定三日之后为我举行比武招亲，到时候你要为我打败所有的人，然后当众对我说你爱我。一言为定。各位英雄俊杰，小女今天设下这个擂台，想看看她心目中的如意郎君怎么为爱情而拼命。规矩很简单，谁有本事上去把花轿顶上的绣球抢到，谁就是我的乘龙快婿了。长得真是漂亮。方世玉怎么还不来啊？这老婆我娶定了。什么你老婆？嗯，是我老婆。是我老婆。你们都不用争了，我不是来娶老婆，我是来娶小老婆的。排名有分先后，陈李张黄河，当然是我先了。各就各位，预备，开始。
试过扛这么大旗这么威风啊！老妈，我也没试过带这么多人出来泡妞哎。你们俩干什么呢？泡妞。哎哎，是征婚。知道了，不准进去。真的吗？嘿，小姐，等我很久了吧？嗯，讨厌！断呀！你下去，我给你一万两，你退出，我给你一百万两。有钱了不起？对，哎呀，我不是跟你谈钱，我是跟你谈情呐。对牛弹琴吧？对，枪就下去。断呀！ 谁娶你啊？我不来，谁娶你啊？我答不会喜欢你的。断呀！你真的喜欢我吗？那还用说？你查对啊！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要娶我。好，怎么老是妨碍我做国家大事？走开！我方世玉答应过的，什么时候食言过？啊！偷鸡摸狗！ 答应过我的呢？我答应过你的东西，一定会给你的。好。哇，帅呆了！哇，好厉害！好。 你真棒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哎，谢了。你把头转过来，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？哎哎哎，等等，他老婆。啊？ 看着我呀！哎，老婆，什么事啊？幸亏我跟踪你，要不然岂不是要被你骗一辈子？方世玉，我恨你！哎，你先听我解释嘛，我这么做是为了国家大事啊！我不听，你也希望我做大事的吗？我不要听！你想让我无后啊？你自找的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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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老婆，小心点！不要你管！你要相信我。我不相信你了。哎，他是谁啊？他啊！我来告诉你，我是他老婆。不过还没过门。算了，我不会介意的。可是我介意。别打了！哎呦！敢勾引我老公，不是勾引是互相吸引。给我一点面子！有事慢慢说。关你屁事啊！你们当我是避实啊？你一定是嫌他太粗鲁，才来追我的，对不对？告诉他我有多么柔情似水。这还得了？你敢抢我情人？你抢我老公？别再闹了！儿子，怎么会这样？老妈，你来的正好啊！给我拉开他们啊！别一个，好，你个死娃呀！好了，别再打了，别再打了，起来，算了，听我，别打了。你听我说，世宇他为什么做，完全是为了国家大事，你千万忍耐。婆婆，就算是这样，也不要世宇心生色相。哎，是，我保证他下次不会再牺牲了。哎，别打了。好，我多大，你多小，我哪里比你小啊？别了，放开我！算了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他小家子气没见过世面，算了，别跟他计较，看我的面子，别生气了。真的？大局为重啊！什么？我只是假装喜欢他而已啊！好，那就是你不喜欢他，替我给他一耳光。好，你敢？打呀！那还跟你客气？哎，老婆不能打呀！这一耳光是我还给你的。世宇他根本就不喜欢你，你死缠着他也没有用的。哼！你不敢看着我吗？哦，不是。好，我死给你看！啊，老婆，危险呐！啊，老婆！你是我的老婆，难道我要看着你死啊？你让我去死，我不要你乖。我也会叫。是。抱紧一点嘛，不会掉下去的。你们还真是浪漫。好，你让我死，放开我。别抱那么紧，这样会死人的。你快放手啊！儿子，我也跳，你要记住。老爸，我只有两只手，你别闹了。天天，你要接住我啊！我接不住你，你接住我。后门下面还有很多人呢，千万别跑啊！没事啊。世宇这么做都是为了国家，我在这儿给您跪下了，一切以大体为重啊，雷大侠，我求求你啊，雷大侠，方大侠，祝你们新婚快乐，永结同心。方太太，你不要这样。你这样我怎么承受得起啊？哎，我不这样你怎么会下来呢？乖，没事了啊。好，好女婿。乖女。听不到。乖女。这是恨，人生里有泪有悲伤，无奈。
爱是苦中的滋味，爱太多的牺牲，为了爱，为了恨，应该活活。婆婆，我求求你不要再唱了。他现在在为国捐躯啊！是于受这样的侮辱，这些罪应该是让我这做妻子的来受才对。哎，你还年轻嘛，有的是机会啊！不要哭了，来，快点把眼泪给擦了。这男人呐，就像是一锅汤一样，这个汤刚开始熬的时候啊，十之八九火候不够，一定是不好喝。所以呢，就要让他慢慢的熬，熬得越久越好。等熬到他会翻云覆雨、水乳交融、鸾凤和鸣的时候，到时候再来喝那一锅汤，那不是更过瘾吗？怎么样？要是汤熬干了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其实你都知道我是红花会的人，为什么还肯用锦盒跟我交换呢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好，我最欣赏坦白的人，大家不用浪费时间了，来，一物换一物吧。你以为感情可以用来交易的吗？有什么关系，你肯买我肯卖。这是你要的东西。啊，原来干爹跟乾隆是亲兄弟。老爸，事情搞定了，给你。黄花竹叶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你们走得那么急，想到哪儿去啊？吃宵夜。好女婿，你太对不起花子了，老夫都不嫌弃你是红花会的人。你高攀得起吗？他是你女婿，那我是你什么人？大家的兴趣都不合嘛。天下本是一家，你为红花会做事，还不是想国泰民安、稳定繁荣？投靠我这一边，还不是一样？既然两边都是一样，不如你加入红花会，我收你做小弟。你要我女儿还是锦盒？锦盒。再说一次，锦盒。你太令老夫失望了，抓住他！别动，再多的人都应付得了。擒贼先擒王。哎呦，哇，好大一尊炮啊！哇，看看你厉害，还是我的大炮厉害？别慌。怎么办？镇定点，一爆就闪。来不及啊！小心！哎，老妈呢？哎，别怕，我在这儿。住手！爹，你是要我死还是他死？你是不是一定要救他？是，我已经是他的人了。啊？你还说没有失身？没有啊。没有。骗他的，这不是占大局为重吗？爹，放了他们吧。走开！请恕女儿不孝。你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走啊。你比你老爸还厉害。
老妈，听听。走，呀呀！追，追那个男的，我们再来追追。快上马！老妈，一定要把东西交给陈庄主。吉人天下，安全第一。是安全第一。干爹，我说得到，做得到。您要的锦盒，我已经拿到手了。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哎，等等，你想干嘛？哦，你想毁灭政务啊？什么政务？哼，里面说你是奸淫掳掠，打家劫舍，逼良为娼，卖友求荣，杀人放火，毁空公款，所有的坏事你都干尽了，现在你还想毁灭政务？我已经很会骗人了，没想到他比我还厉害。你含血喷人，分明拿不到锦盒，居然还敢在这儿胡说八道。你的政务呢？拿不出来了吧？现在锦盒不见了，虽然这里有这么多人，可是都是有眼无珠。世玉，没有拿到锦盒就不要乱说话，有的时候乱说话是可以救人的。方世玉，做错事还敢狡辩，你记得吗？你说过的，拿不到锦盒就自废武功。对啊，自废武功，没自废武功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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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，让我来动手。这里玩真的了。干爹，你真的要动手？你躲过半规了，一日为父，终身为父。国有国法，邦有邦规。动手吧。已经废了他的武功，如果谁再敢下毒手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陈家洛太过分了，怎么样也没有理由把我们家师妹弄成这个样子。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找他算账。哎哎，师妹师妹啊，我今天一定要跟你拼了。手筋脚筋全都没有断，董仲荣每一刀都点到为止，他是流血过多昏过去了。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哎，他醒了，儿子。哎，诗玉，诗玉，儿子，把这个交给陈督主。啊，原来还没烧啊。哦，原来总舵主跟乾隆是亲兄弟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被于振海知道就麻烦了，安全第一，让我把它烧了吧。哎，嗯，这个东西可以拿去要挟乾隆，反清复明就靠他了。国邦，国邦。不好了，于振海带人来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啊啊！哎，安全第一，走后门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这边。来，小心点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好好教诗玉啊。点穴书。师兄，你不走了？哎，不要说你走了，你们快走了，被他们抓到，诗玉死定了。我来打一下了，快走。快走。是。危险，危险！方世玉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李国邦在此，不准笑！胆小鬼，你在这里演大戏呀、啊？今天就演场戏给你们看，给我抓起来！快点！
没打人了，试试我的乾坤点穴大法吧！快点！快点！石灰粉，打人刀！看你怎么点穴！国邦，国邦，快帮我照顾诗雨！你们快走，快走啊，快走！你可要帮我照顾国邦啊！你是谁？我是他未婚妻。你一定要把他救回来。方世玉去哪里了？说。师兄，师兄，方世一定在那边，给我追。是。哎。想不到隐藏武功是会贬值的。我成天都说安全第一，想不到今天就坏了，一时冲动。这不是冲动，是勇敢吗？你教的嘛，出外行走江湖最重要是一个勇字。原来勇勇这这么过瘾啊！下辈子你看见我的时候，不要逼我啊！堂主，方世玉跑掉了，把他妈给我抓回去，我就不信他不露面。希望世玉不要怪我，虽然我是有一点自私，但是为了保守景和的秘密，我没有办法不这么做。陈家洛，你以为你跟乾隆狗贼的秘密可以瞒得住我红花会的弟兄吗？你大势已去，方世玉已经变成废人，苗翠花只剩半条命，李国邦已经身首异处。今天我要为红花会清理门户。我个人的生死事情，但是红花会绝不能落在一个心术不正的叛贼手上。我死了没关系，他们死了可不太好吧？嗯，董公荣，庄主。难道你连他们的命都不要了？总舵主，玉兄，你，总舵主，你不要听他的，你赶快走，快走啊！我现在才是总舵主，我命令你立刻放下这把剑。我陈家洛虽然是满洲人，但是我是吃汉人的米长大的。如果今天因为我，而使得任何一位弟兄受苦的话，日后我在九泉之下又怎么能够面对老舵主呢？各位兄弟，我今天终于坐上了这个宝座，可谓众望所归呀！恭喜董舵主摩登霸业，千秋万岁！董舵主，还有一个人不肯跪呀，嗯，就是他，把他放下来。是。我记得有人说过，每个人都有本能的反应。今天我倒要看一看，你有没有这种反应？你再躲！人来人了！先生，先生，有本事再躲！干我！
你放心，你儿子还没有来之前，我不会弄死你的。坤点穴大法，妈！诗玉，诗玉，大婶，有没有消息？不知道我老妈和干爹现在怎么样？你是谁？我是你干爹的心腹，他现在被于正海关在监牢里。那我老妈呢？你老妈被吊在广场日晒雨淋。只剩下半条人命了，老妈。诗玉，你别激动，红花会还是有很多好兄弟的。哎，哪儿还有什么好兄弟？自从陈总舵主被关进地牢以后，有点良心的都已经洗手不干了。现在的红花会已经变成贼窝了。生儿子，可是你生的是个贱种，既然他那么怕死，不敢来救你，我看由我来孝顺你。你打我，好好招呼你吧。方世玉是不会来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是我老妈，今天老妈我是就地，是兄弟的话就让出一条路来给我走，否则你们就别怪我。刀剑无情，我不想见到自己兄弟的血。让开！
了我老妈。方世玉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让你的狗命留到现在？因为我要你亲眼看到你自己像烂泥一样，被我高高在上的踩着，踩得你不得翻身。我头顶天，脚踏地，你有能力踩得住我吗？你知不知道做英雄的代价是什么？那就是死。我还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想揍你老妈，没那么容易。好。啊方世玉，今天我让你们母子俩同归于尽。方仙玉，如果我是你，我就找个狗洞钻进去了。你连你老妈都救不了，有本事你就上来。你不是孝子吗？你不是想当英雄吗？上来救你妈。方仙玉，我终于踩到你了吧。我踩，我踩，我踩死你，踩得你永不翻身。世玉，快站起来，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你起来啊，男子汉，起来。什么？我们并肩作战。好，被你妈给吼。
老妈让开！快！哇呀！无影手！快打！怎么反派都这么慢呢？是啊，我好哇！呀，老妈，死穴在哪？大概是眼睛啊！啊！人的死穴是在背上，叫做龙骨穴。啊！喂！呀！爹，你的穴！儿子，让你蒙对了。崩溃时间。替施主报仇！你们俩怎么来了？哎，老公啊，为什么每个人都想坐那个位子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位子不好坐。既然不好坐，就别坐。哦，走了，我们回去迈步了。哎，我说过不好坐吗？官兵来了，少主人，不要怕，是自己人。干爹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陈舵主，大不了明年暑假我们再来看你就是了。诗玉，你真的不肯留下来帮干爹？干爹，我已经决定退出江湖了。这么年轻就退出江湖，真可惜。陈舵主啊，如果你要办慈善事业的话，我们会来帮你。好啊。那两个很难缠的。搞得定的。好。妹妹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不行了，我是小的，应该你收我这份礼才是啊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这是世玉他们家的传家之宝。哎。啊，你这是世玉的传家之宝，我也是。嗯，传家之宝有两件。哎呀，来来来，每个人都有份啊。哎，出来行走江湖啊，最重要就是个礼字。来，请上吧。哎，俗话说得好，不好意思，多人不怪嘛。哎，别客气，我多得很呢。啊，谢谢。原来这就是传家之宝。世玉，安全第一，干爹，我先走了。世玉，你别走，这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家务事。保重啊！世玉，你怎么可以欺骗我们呢？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。陪伴相依的日子，什么时候再来？